接下来是我们第三首歌，阿姨再接再厉，我太喜欢听您的歌了。哎，唱太死，不行。哎呀，哎，你爱上了什么？院里有的货，来，我们听一下。恭喜侯贤，恭喜，加上200分。谢谢谢谢阿姨，谢谢您唱的非常好，谢谢您，非常好，您的造诣炉火纯青。哎呀，好，谢谢您。我现在是老少皆宜，到哪儿都受欢迎。嗯，好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四位的分数。谢孟伟1500分，王毅1100分，张馨予1300分，侯贤1300分。四位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大忽悠，他知道这三首歌是什么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揪出来。谢孟伟认为是谁？是三号非常漂亮的这位姐姐。谁问你漂亮不漂亮？看着我。你们老叫我姐姐吗？啊，别叫她姐姐，叫哥哥。啊，以后他就是你亲哥哥。谢孟伟认为是张馨予。对，您大家的考虑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理解了，我理解了，谢谢。哎呀哎呀，王毅。刚才你唱歌了，我感觉应该是四号。哦，张馨予大哥。虽然谢孟伟他说的比较麻醉，但是还是有他的道理。那么他说两个，我想拦你一下，这个什么叫杂碎？就是说的很下水。对，说了好多好多话，好多好多词语。那你就认为是谢孟伟呗？我认为是王毅。王毅，对，我也没听明白。来，侯老师。有可能是三号。好，张大哥你好。你认为有可能是他们是吧？把自己宅得特别干净。